各位弟兄姐妹，各位朋友，平安。我们先一起来读今天的圣经经文。诗篇第31篇第一节到24节。上主啊，我靠你做我的保护，求你让我永远不失败见效。你是公义的上帝，求你解救我，求你按耳孔听我，赶紧来救我，做我坚固的石盘，做堡垒拯救我。你是我的山岩，我的堡垒，求你照你的名领导我，引导我。人暗中设罗网要网我，求你救我脱离，因为你是我的堡垒，我将我的灵魂交待你。上主信实的上帝啊，你会救赎我。我厌恶轻佻无路用的偶像的人，我只有信靠上主。我要因为你的慈爱欢喜快乐，因为你有看见我的艰苦，在我内心的苦痛。你无把我交在对敌的手，你让我的脚站在开阔安稳的所在。上主啊，我在患难中求你怜悯我，我的目睭因为忧伤火气，我的心神，我的身躯衰弱，我的生命因为忧苦消尽，我的年岁因为哀伤减少，我的气力因为我的罪过衰烂，我的骨头孤单，我所有的对敌拢凌辱我，我的厝边甲我侮辱，连捌我的人嘛拢惊我。伫路呢，看到我的人拢闪开，我亲像死人，互人袂记得，无人笑脸。我亲像破去的器具，互人戏杀。我听见真侪人四界在造谣，周围充满恐怖，因参详要攻击我，计谋要害我的性命。上主啊，我犹久要依靠你，我讲你是我的上帝，我的一生伫你的手中。求你救我脱离对敌的手，甲分别我的人。求你用你的面的光照你的仆人，照你的慈爱拯救我。上主啊，求你让我无地到见效，因为我求救你。求你让歹人失败见效，让因伫阴府点点无话通讲。愿你让白贼的嘴变下狗，袂阁骄傲，甲人看轻，滥三侮辱二人。伫世间人面前，你为着敬畏你的人聚集的恩惠偌年大，你为着找你做避难所的人所属的恩惠偌年好，你把因藏在你的面前温暖的所在，因才免陷入人的计谋。你暗箭保守因伫帐幕内，因才免受嘴舌的重伤。上主应该受称赞，因为城受围困的时，又对我显出奇妙的疼。我捌着急讲，你甲我赶走，毋插我。毋过我求救的时，你有听我困求的声。上主圣的主民啊，恁拢着听伊。上主保守忠信的人，严严报应骄傲的人，所有仰望上主的人啊，恁着壮大心坚固。诗篇31篇的小标题仍是大卫的诗，但是却和21篇的得胜之歌很不一样。若说21篇像日正当中的晴朗，31篇就是暗夜中的呼声与哀求。这是一个在身心灵同受煎熬的人，孤单且充满疑虑惧怕中的呼声呼求。这篇诗篇可以分成几个段落，1到8节是对上帝的认识，这也是整个祷告的基础。9到13节说诗人描述所遭遇的各样的问题，14到18节为了解决各样问题向上帝祈祷，19到24节是对应于我们祈求的上主的称颂。在这篇祷告文中，诗人所描述的困难非常的全面，其中包括陷害，包括仇敌的攻击与戏弄，邻舍的嘲笑，朋友的离弃，甚至在极端的环境中，诗人经历被上帝、被敌人、被朋友一同遗忘，那一种极度灵性黑暗的经验。也因为这样深度的攻击，诗人觉得他的生命力已经耗尽，寿命也将缩短。
这篇诗篇对基督徒或是说对一般人都是非常实用的祷告，因为在我们的一生中难免会遇到极大的困难和心境的低潮，这时我们会觉得孤立无援，会觉得被世界所遗忘，会觉得未来黑暗没有盼望，这时我们唯一能做的就是持续向上主呼求。牧师要分享自己曾经的暗夜经验。将近30年前，在我父亲因为胃癌末期进入安宁病房的那一个多月中，我两次梦到他安息，甚至有一天晚上我从医院回家，在没有开灯的房间中，我感觉到魔鬼离我很近，就好像他在天花板上对着我微微的笑着，嘲弄我的无能为力，嘲弄我的信仰没有用处的东西。那是一个很难描述的经验，我在其中感受到笼罩整个人的那种惧怕和绝望，因为我真的无能为力，我只能不断的祷告，依靠上帝一步一步走过父亲的临终安息、告别礼拜、安葬以及事后很长一段时间的医治过程。我没有人可以依靠，我也不知道找谁诉说，只能不断地说给上帝听，也不断地在上帝面前哭泣。当时我会觉得被上帝遗弃，好像上帝不爱我了。虽然我从小在教会中长大，也从来没有停止过服侍，即使在升学的压力里面，将近30年过去，回头再看，天父的确用他的圣手扶持我走过，也真正经历到使徒保罗所说，我们要多从主的安慰，然后我们可以用主的安慰去安慰有需要和哀伤的人。上帝透过我经历父亲的离世以及整个丧礼的筹办，让我学习。现在我每一次筹办兄姐的丧礼、主礼告别礼拜，我不只用牧师的身份，更能用家属的角度来看待，因为我自己走过，我慢慢明白，即使在人世间最困难、最哀伤的经验中，上主依然同在，依然帮助，然后我可以用这样的经验来帮助有需要的人。这就是暗夜呼声和暗夜经验最宝贵的价值。